八卦掌传于清末河北人董海川，现已成为中国名拳之一。它的特点是拧旋走转，动作飘洒如行云流水。基本掌法有搬、拦、截、扣、推、拖、带领等，对发展人的灵活性有独到之处。八卦掌套路演示，
手型，阳掌，五指自然分开，手指舒直，掌心向上。扶掌，手指分开，手指略弯，虎口撑圆。立掌，五指分开，手指向上，虎口撑圆，掌心向侧方。横掌，五指分开，手指向前，虎口撑圆，掌心向侧方。调掌，五指分开舒直，手指向前，虎口向上。螺旋掌，五指分开，手臂拧旋，使小指侧向里，手指向上。抱掌，五指分开略弯，虎口撑圆，掌心向内。撑掌，五指分开，虎口撑圆，手心向下，两手指斜相对。步行，弓步，两脚前后开立，前腿屈膝前弓，小腿约与地面垂直，脚尖向前，后腿蹬伸，脚尖斜向前。侧弓步，马步，两脚左右开立，约一肩宽，重心在两脚中间，两腿屈膝下坐。半马步，两脚开立，前脚尖向前，
后脚尖斜向前，屈膝下坐，重心在两脚中间。屈膝下蹲，一腿向侧方伸直，两脚全脚掌着地。虚步，一腿屈膝支撑体重，脚尖斜向前，一腿屈膝向前，脚掌虚点地面。歇步，两腿相叠下蹲，前脚尖外摆，后脚跟提起。独立步，一腿支撑体重站稳，一腿屈膝提起，脚尖下垂或翘起。腿屈膝，两脚尖相对站立，呈八字形。倒八字步，两腿屈膝，一脚尖对另一脚跟站立，呈八字形。虚步，一腿支撑体重站稳，一腿屈膝脚掌着地，置于支撑脚，脚内侧。步法，直行步。两膝屈，两脚向前沿直线走行步。弧形步，两膝屈，两脚向前沿弧线走行步。脚向前迈步，脚尖外摆，一脚再向前，脚尖内扣。脚向前迈步，后脚跟进半步。
脚经另一脚前向侧方落下。圆形步，两膝屈，两脚沿圆走形步，分段分解动作。以马问路，叶底藏花，红雁出群，紫雁抛茧，闭门推月。以马问路，叶底藏花，红雁出群，紫雁抛茧，闭门推月，猛虎出鸦，锦鸡撒网，移花接木，脑后摘盔，怀中抱月。Thank you.
以马问路，夜底藏花，鸿雁出群，紫燕抛茧，闭门推月，鹞子钻天，白蛇缠身，怀中抱月，玉女献书，泰山压顶，黑熊反背，黄莺掐粟，黄莺掐粟，猿猴摘果，猿猴作洞，麒麟吐书，飞燕抄水，怀中抱月。问路，夜底藏花，鸿雁出群，紫燕抛茧，闭门推月，锦鸡撒网，
移花接木，脑后摘盔，蜀道横云，锦鸡撒榜，移花接木，乌龙缠腰，走马活夹，行步撩衣，推山入海，蝙蝠落地，飞燕抄水，怀中抱月。以马问路，猿猴偷桃，猿猴献果，大鹏展翅，十字搬篓，顺势领衣，横扫千军，横扫千军，鹞子翻身，锦鸡争斗，怀中抱月。
以马问路，叶底藏花，鸿雁出群，紫燕抛茧，犀牛望月，天王托塔，白蛇吐信，猛虎出鸦，锦鸡撒榜，移花接木，脑后摘盔，怀中抱月，叶底藏花，鸿雁出群。以马问路，叶底藏花，狮子抱球，狮子滚球，狮子扑球，狮子张嘴，狮子翻身，狮子抱球。Thank you.
叶底藏花，天马行空，马上开弓，金蛇盘柳，野马闯槽，金蛇盘柳，野马闯槽，刘海细缠，大蟒翻身，黑熊探掌，猛虎出鸭，锦鸡撒榜，移花接木，脑后摘盔，怀中抱月。
挂掌套路演示